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猫无限。这一台呢是斐讯的 KLP 的路由器啊。这个路由器呢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有线可以进入到路由器界面，但是 2.4G 和 5G 的无线没信号。这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先来通电看一下。路由器呢已经启动完毕了，可以看到灯呢是黄色的灯啊。然后那个来看一下这个界面啊，这个界面的话就是斐讯原厂的界面。我拿手机搜了一下，确实没有看到斐讯的信号啊，没有。花了一点时间，我已经把路由器的主板拆出来了。那我现在通电来量一下，它里边的电压正不正常啊？好，我现在量一下，3.4、1.2、5.6、1.5、5.0。再看一下背面啊，1.2、1.0、1.6，好像电压都正常啊。这个板子呢，我看了一下，没有看出有哪里不正常的地方。我决定给这个芯片重新写一下数据来看一下。芯片呢我已经写好数据了，现在给它焊回去啊。这个芯片里面是潘多拉的部件，试一下看有没有信号。OK， 我刚才已经偷偷的把电给插上了，现在呢已经启动完毕了。可以看到这个潘多拉里边的无线概况里边，现在是两个无线未开启或者未关联啊，它显示这么显示，实际上是没有找到这个无线网卡。我在这个 TTL 里边输了一下指令，看了一下所有的网卡，确实没有看到有那个 WiFi 网卡的存在啊。所以我怀疑这个机器呢，要么是无线芯片坏掉了，要么是 CPU 跟这个无线芯片之间控制的部分呢，就是这个通道这个部分呢 ，CPU 里边这个部分呢出问题了，导致它找不着这个无线芯片，所以说它就没有无线信号。为了更进一步的判断呢，到底是 CPU 的问题还是无线芯片的问题呢？我用示波器来看一下这个晶振，看它有没有波形啊。看之前呢，我先看一下 CPU 啊，我们先来对比看一下，先看一下 CPU 的这一块晶振，看它有没有波形啊。好了，我现在来先看一下 CPU 这个晶振的波形啊。可以看到这是 CPU 的这个晶振啊，已经正常的波形啊，这是正常的波形。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无线芯片的晶振，看它有没有波形啊。现在是无线芯片的晶振啊，可以看到完全没有那个正弦波的波形啊。如果这个芯片正常上电运行的话呢，这个晶振应该是有一个正弦波的啊，但是它并没有，所以我怀疑这个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。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没有修的必要了，因为这个芯片首先不太好买，其次的话我也没有这个芯片用的钢网，所以说也没有办法修，主要是修下来这个成本太高了，对于这个机器来说可能显得还不如重新买一个二手的划算呢啊，是这个情况。好了，我们看下台机器。好了，我们来看这台路由器啊。这台路由器的话寄来的时候就上面有个联系方式啊，它没有写故障的原因，但是这个的话我看了聊天记录，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故障。他说是下雨淋水了以后呢，开机的话这个灯是粉色的，然后有线无线都进不去啊，没有无线信号，有线也进不去，是这个情况。我们来通电看一下。好了，我现在来插电来看一下，插电可以看到路由器是亮这个颜色的灯啊，这个灯是粉色吗？我怎么看着不像粉色，也不像红色，也不像粉色，哎，不知道什么颜色，不管了，总之呢它现在是开不了机啊，然后电流的话好像也就 0.14， 应该是没启动啊。我们来拆机看一下吧。主板呢我已经拆出来了，但是我观察了一下好像没有看到太明显的进水的痕迹啊，上面倒是有一点，可以看到上面倒是有一点这种污渍，但是这个的话感觉不像进水啊，判断不了。这上面倒是有一点星星点点的痕迹啊，看到了看到了，确实进水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呢？我给大家指一下啊，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这个元器件上面已经被一团白东西给覆盖住了，肯定上面长得锈，让我先给它做个清洁啊。可以看到进水的部位主要是在这个区域啊，可以看到这边无线芯片里边的话长出了绿色的一些锈啊，先清洁一下。
先给它刷一下。OK，好了，现在呢，板子已经刷干净了。我现在再来通电看一下，看能不能秒杀它。感觉希望应该没那么大。插电，果然和刚才是一样的，这个灯全亮。现在还是老老实实的量一下电压吧。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电压是不正常的，只有0.03。然后看这个，1.1。5.4，先把这个给解决一下。这个电压不正常，感觉应该跟这个电源芯片有关系啊。这个电源芯片我正好之前有一个拆机的，我们来给它换一下。好，先把这个拆掉。OK。好，现在把。好的，给换上去啊。OK，我刚才换了以后呢，插电看故障的话跟之前还是一样的，所以我怀疑这个屏蔽盖下面的话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。我把这个屏蔽盖给它吹掉，然后来看一下。花了一点时间，我把屏蔽盖拆掉了，可以看到屏蔽盖下面的话还是有一点，浮饰的地方，可以看到在这里啊。我等一下把它清洁干净，看一下。刚才清洁干净了以后，我又通电试了一下，涛声依旧啊。然后我量了一下这个电感的位置啊，看到这个电感它其实是一个短路的状态。短路的话，然后这个芯片的话应该是有那个短路保护啊，短路的话它就没有输出了。所以现在的话，我准备通上电给它烧一下。线呢我已经接好了，现在准备通电来烧一下。好了，现在电压呢，我已经调成3.3伏了，来烧一下。插电可以看到5万大电流，我来摸一下，看是哪个芯片发烫。还好不是这个无线芯片发烫。我去，居然找不着是哪里发烫！天呐，哎呦，好像摸到了，应该是在这个位置。我看，哎呦，我看一下谁发烫啊？我的个天呐，应该就在这一堆啊！天呐！刚才那个短路的电容我已经把它撬掉了，现在我们再量一下这个阻值啊，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阻值呢已经起来了，这个是正常的阻值，600多，664。OK，好了，现在呢我们来通电来看一下，看什么情况啊？插电可以看到现在电流呢已经轻松跑上来了，灯呢已经变成蓝色了，这个好像不太正常吧？我将提条线跑码看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看到已经正常跑码了，应该是没啥问题。刚才蓝色的应该是 Breeze 的那个启动的时候，灯是瞬间是蓝色的，那个是正常的。刚才启动到这里，突然间就内核崩溃了，我给它重新刷个机来看一下吧。可以看到现在是在 Breeze 的界面啊，然后这个灯呢会正常闪，但是我插上网线，电脑全显示红叉，说明这个网口是坏的。这就难受了，可能 CPU 也是个挂的。可以看到，网络电缆被拔出，说明这个网口是坏的。这个网口是直通 CPU 的，所以我怀疑 CPU 可能也挂逼了。我量一下网口的电压啊，看一下，2.1，这明显不正常啊。1.17，还有0.7，可以确定这个 CPU 也挂逼了。这个 CPU 摸起来很烫，而且它的输出的网口电压明显是不正常的，起码来说，它控制网口的这一个部分的话，交换机部分肯定是挂掉了，那这个就难受了。这像这种的话，修的话还不如不修呢，因为修的话代价太大了。我跟机主沟通一下吧，看他要不要修。好了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拍摄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大家点赞。并关注我，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我的每期视频了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